万种体会，何苦把好事看可悲。你的未来必定很美，多可喜可贺的结尾。你比我真要飘，轻飘的微流，在你这里转身后悄悄的滑倒，装下半冷我的我必定给你重伤，但不懂怎令你忘掉。我的泪真要飘，从我心里飘，含目泪到怎能为这小事泪逃，说宿命已悄悄，人生剧本已定好，尽量别让今天的泪白流就好。想到能有机会和你一起欣赏这么美的景色，冰云，再美的湖光山色也没有你让我心动。冰哥，冰云，梁老师，灶台怎么搭呀？尼玛，就为了这么愚蠢的问题，你们居然把我吵醒了，我在梦里都快亲到冰云了呢。老师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舒服吗？你要搭灶台是吧？啊，那走走走。不过你这样是不行的，哎，不是这块石头，哎，那一块才对嘛，啊，那块，哇，啊，哇，都放上来就可以了，啊，看到没有，就这么简单。你凭什么打我？我打的就是你，我让你给我带个锅，你他妈给我带个电饭锅，我他妈插你屁眼里啊！你放开我，我给他长长脑子。对待同学干嘛火气那么大？你放开我，放！不就是个锅吗？你自己干嘛不带啊？哎，刘忠，你跟校尉道歉。对不起，错了，哪车就对了嘛，同学之间要和睦相处。来，老师看看锅。上不就可以了吗？拿去用吧。哎呀，贝小丹同学啊，你行不行啊？你看都已经烤糊了。哎，来，老师替你吃吧，省得浪费。哦，谢谢老师。坐一会儿。哎，哎呀，咸了。哎呀，慕容同学，鱼不是这么烤的，会焦的。烤鱼火候很重要，来，老师给你示范示范。梁老师，你要吃你就直接说嘛。我是想检验一下你的手艺如何。
多，你慢点吃啊，小心噎着你啊。完了，噎着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喝口水。怎么样？有没有好点啊？看什么？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同学们，大家都不要搞小集体了，来一起把东西拿过来聚一聚嘛！来来来，哎，胡哥，咱这特制的汤差不多好了，你端一碗过去啊。啊，这样四眼，你先把这个汤端过去，再换个碗下药。那好吧。今天老师真的是很开心啊，能和大家一块儿分享美食，享受生活，真是太好了。廖老师，我们刚做了一锅汤，然后那个给你盛一碗啊，是吧？哎呀，这个，没事，我再盛一碗。胡仓，给我滚远一点，要不然我也给你盛一碗呀。慕容，我给老师盛一碗汤，这有什么错啊？对呀，慕容同学，胡策做错了什么事吗？啊，好吧，胡策，你在盛汤之前呢，我有句话要跟你说。妈，你这什么情况啊？四眼，我告诉你，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刚才跟叶雨虎在那鬼鬼祟祟的商量什么呢？给廖老师下泻药是吧？老师告诉你，你们玩你们的，我可不想跟他一起拉肚子。哎，慕容同学，胡策呢？他回叶雨虎那吃东西去了。啊，是吗？来，刚好一起喝一杯。夜色这么好，不如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怎么样啊？刘老师，你快讲吧，你快讲吧。啊，讲个什么故事呢？不如给大家讲个鬼故事怎么样？好，好，鬼故事啊，大晚上让不让人睡觉了？听着就行了。啊，这是一个十几年前的故事，那个时候还小。距离这里有十几公里的地方，有个叫做春山镇的地方，有一个学校。那里有一个女生寝室，住着大概有七个女生，一直都相安无事。突然有一阵呢，睡在下铺的女生开始失眠了。这个女生的名字叫做陆平。那一夜出奇的安静，静得让陆平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，他辗转反侧，怎么都睡不着，于是开始想自己的学习，想自己的家人，还有包括他自己的男朋友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相安无事度过，可是到了往后的几天呢，这个像石膏面的脏东西就缠上了陆平，而且每天都出现。那这样呢，整个寝室的女孩子就睡不好觉，成绩也就自然下滑了。这件事情就惊动了班主任，后来呢，学校就知道了。学校认为陆平的成绩下滑是因为他找出这样的理由编了一个故事，
学校就派他的班主任找了几个男生呢，去守在陆平的寝室门口。当天晚上两三点左右，果然，陆平又再次惨叫起来。警察就派来了人打捞，果然发现了一座男尸。原来，这个学校之前失踪那个男生就是掉在了湖里淹死。也就这种程度啊，不是很可怕吗？喂，那你想不想知道这个男孩子淹死在哪里啊？哪儿？就是这里啊。小柯，这件事很简单，你到底干不干？这么长时间了，好歹给个话吧，啊？不要，这事儿太大了，你总得让我考虑考虑吧。小柯，啊，傅先生，话呢，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现在的局势和情况。你自己看得也很明白，廖学兵把飞车党交给了小白，可是他们那叶小白就是一滩烂泥，根本扶不上墙。你大哥阿南虽然有能力，但一直得不到赏识啊。自己上不去就算了，还拉着你一起倒霉。傅先生，其实兵哥和白哥对我们都不错，这事儿还得怪我自己，怨你。要怪，就要怪廖学兵；要怪，就要怪叶小白。要不是他们两个，现在你大哥应该是飞车党的老大。阿南要是当老大，肯定不像廖学兵那么死板。小柯，你想想，咱们两家要是联手。这一年得赚多少钱啊？傅元哥，可是南哥，他是不会碰赌的。你只要照我说的去做就行。啊，对，你欠的我那一笔赌资呢，我也可以一笔勾销。不然，你想让我做什么？啊！你看，今天天气这么好，我来看看月亮。月亮？哪有月亮啊？哎，魏小丹同学，这么晚了你不睡觉，你出来干什么？我上厕所。啊，尿尿啊。老师，你还没睡啊？啊，安春春同学，你不睡觉，你要干什么去啊？魏小丹出去上厕所了，一直都没回来，我得去找找他。一直都没回来啊？啊，怎么了？啊，钟柏，
你在这里看好大家，别让大家走散。韩春春同学，把电筒给我，我去找裴小丹。小丹，裴小丹。怎么回事啊？我上厕所不小心摔倒了。啊，你别着急，你别哭，我带你回去。你还站得起来吗？哎，算了，我背你吧。走，这边。什么情况？等老师回来等。啊，手电有吗？我没有啊。夜虎，你干嘛去？你们好好待着吧。廖老师，我之前不是故意要整你，我只是想引起你的注意。哦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廖老师，谢谢你。啊，喂，你要真想谢我。你回头减减肥啊！你太重了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小丹。来干嘛？哎，小丹，你跑哪儿去了？你这怎么了？真的？没事吧，老师？啊，没事。那个没有你们事了，你们散会吧。散。你还算是老师吗？不就是整你，让你输了5000块钱吗？我明天就还给你。我想让你学会如何尊重别人。明天，超强台风苏拉将光临此地，我们都得牺牲在这儿。站住！怎么了，梁老师？你知道为什么要去当老师吗？如果我们当年都能把书好好念完，今天不会有飞车的。你走。都他妈不许动！你怎么来了？有谁规定青春美少女就不能来的呀？告诉我怎么找你。你找我干嘛呀？哎，杨，耍什么流氓？昨晚下了很大的雨，让我以为天会哭的雨，我光着脚刷牙，想的可笑，走哪里都忘记，好像是电影。没有车的街道上，我哭着说爱你，入戏到不行。就等到这剧情下起，就颓废的导演喊停，都忘记吧，就当作我是假装说爱你，就当作是人工下雨，不是老天故意。好像是电影，没有车的街道上，我哭着说爱你，入戏到不行。就等到这剧情下起，就颓废的导演喊停，都忘记吧，就当作我是假装说爱你，就当作是人工下雨，不是让